再来看，即马为着要来组织这房屋这厝啊，愈起愈贵。中央银行已经进行几啊项的这措施。中央银行总裁彭惠南今日佫表示，即马也佫锁定15间银行啊，要来加强金融检查，要来对查讲吼，有对几间银行伫暗中有呾倒三共这投机客来投资。厝价一直起，央行打压操作厝价，各项管制措施到底敢有效？总裁甲地委的看法无同。总裁彭淮南再去提出业务报告书，说明房贷风险控管措施已经看到效果。但各地委却是指出，为去年达月到今年一月份，主体贷款占总放款比重敢若降低0.7%，根本就无效。你钱放太多给他们这些人了、啊，那你只要钱太多的话，它影响是全台湾的。那为什么只有区域性的在涨？同款是房贷问题，有地委发现投机客为了加银行摕到超额房贷金额，会委托房仲伫要被双方的契约中提悬成交价数。央行也无保证有这种情形，所以目前也已经锁定15间银行加强监管。那你觉得异常大概有几家呢？那剩下大部分都遵循的，只有一两家，它有一些小地方没有做得很恰当，一两家啊、哦，这一两家里面有公股行库吗？我要去了解才知道，我现在记不得。目前差会的钱虽然暂时退敌，也不过算来变成继续出招，打压投机客，加解决处理现金变薄的问题。这是三月底央行今年头一届的监事会议中讨论的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